哎呦，这个雨呀、啊，下得这么大，你看，哦吼，这个天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师傅来帮安这个衣柜了，我们上去看一看吧，走吧。你的床舒服啊，你看弟弟睡得很香啊，我从外头抱出来抱进来的。他在外面睡得香香的哟，睡在卧室上面香香的哟，然后我呢觉得冷的我又回来了。那你要看好弟弟吧，打雷吧。刚才下午打雷哟，你的脚给你看看谁来帮你总子的柜子。装得挺快的，打师傅来了，光放那边放面了，放冰箱里了。哎呀，卖了吧，真黑。好看一点，是啊，但是女儿的房间比我们两个的颜色，她挑的颜色就是白一点，都差不多的，都差不多的。我们两个的颜色就是有点灰色。搞定一组了。满意吗？可以吧？这柜子也搞好了，这是鞋柜。这连续下雨，洪水涨了，涨这么大了，你看，还差几米就到了。这个水呀、跑不了哦，天天下雨啊。水还在涨啊，天天下雨啊。今天看样子安的差不多了吧，还要擦这个门。这一杯还可以吧。这个鞋柜。
越下越大，河水也越来越涨了，正在猛涨啊。下了一天雨，下面那个田都快要进去了，还有几米。这个是书桌啦，女儿的书桌啊。这种颜色还可以。这效果还挺可以。效果还可以。女儿就是喜欢这种颜色啊，她不能那么强的，就是这种颜色。哎呀，这边还少了一点材料，还没装完呢、啊。这个鞋柜还蛮大的哦。可以，可以。这个柜子没有多大吧？我们的柜子。这个柜子真的没有多大，但是够用了。现在柜子是搞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又换，我们就要买那个地板了。现在要思考那个地板，要装什么样的地板了。现在柜子搞得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离装修又进了一步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点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Yeah.